扇形车库入口。进入须签进入人数资料。内有商店，贩售许多商品，火车模型等等玩具，还有小零食及冰品。火车迷们必来收集。店内还有影片介绍呢，还有冰饮店哟。这里真的非常适合亲子同乐，在观景台上一览无遗，或许还能碰巧看见火车进站呢。隔壁就是彰化火车站。很幸运的在这看见火车进站，车迷们真的必来，在这拍好拍满，各式车种皆有，绝对有不少收获。此地很大，足以让孩子在这玩上半小时了。假日真的很多人，老少皆宜的景点。若幸运还能看到车头调动呢。沪语机关车园区在车库旁，这里有几家小商店，内有付费小火车可游园区，免门票景点，可以带孩子来玩哟。